爸爸。坐在我身边的这位男士叫卡斯伯，也可以叫他卡卡。他是一个阳光然后非常可爱，主要是跟我性格很像，可以玩得到一块去的好朋友。然后呢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对，是善良。我爸不看我，我就跟你们说了。他是我见过少有的非常单纯没有坏心眼的男孩。之后呢，我们也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。好，还有话吗？没话了。好，介绍完了，卡斯伯，到你了。叔叔你好，我叫卡斯伯，今年29岁，身高1.78米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啊，比我在平时，比如说上场唱歌或者跳舞的时候更紧张。哇，真的是。我看出来了。我真的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然后，也在这个机会跟叔叔见面了，然后非常紧张，非常害怕，然后，怎么说呢？其实，我是那种比较也是很简单的男生，然后大大咧咧的，但是我也有细心的时候，也是因为可能从小就是在国外的原因，然后表达方面可能不够准确，然后又有些想法上面跟不一样，但是我的心地是善良的，你可以放心。这次能通过节目跟金晨认识，然后我们交流下来，我发现他也是一个非常直接的，然后性格也是和我很像的人。我们找到了彼此的一些快乐吧，他也可以给我快乐，我也可以给他快乐，但是我不希望你不快乐。